哦，哎，选择怎么样？挺顺利。我觉得还可以吧，选哥挺。罗岩有你什么事？<笑>有你什么事？不好意思，邵明明他真的不在吗？不在，真不在。邵明明他直接走了？没有吧？那他人去哪儿了？你回来了？他刚刚在上面的时候。他刚才收拾东西啊，他刚刚一起收拾。啊、邵明明又不在，明明呢？他刚逃下来，然后说受不了。他刚逃下来，他难道躲在柜子里吗？我要拍立德，拍立德，那里怎么空了？哦，邵明明东西收拾走了，我想这里睡觉，突然就空了。邵明明。 明明，你刚去哪儿？哎呦，我找你了，一结束就看不到你。你刚去哪儿？我不敢面对你。没什么，我跟你说，你再怎么说，再过20多天。 你是不是得回来？主持吗？你回来主持吗？对啊。我今年2021年最幸运的事情就是进了100202吧。100202。你要说到名字你就出去。<笑>>